只要有三个东西，女生都会有的。什么？比如说哈，第一个东西，女生都会有粉底。粉底液。那这个粉底液哈，那这个粉底液看，你看这个颜色就很白，对不对？就偏白哈。第一个是刚刚我们说这个太白，但没关系哈，我们还是这样子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挑适合自己颜色的这些。对。好。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四滴乳。好，两个这样滴在一起了，有没有？这样滴在一起。大家会发现两个其实都是有一点粉质的东西哦，所以粉质会比较重。那如果还有一点润泽的保养效果的话，我们的一个乳液或是保养霜、面霜哦，就可以加进来。这个乳液是偏绿的。你看这样颜色很漂亮吧？偏绿的吗？还是哎没有，其实任何都可以。对，那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要修肤色的时候，脸如果是泛红的人，那你可能要擦一点绿色。那如果有黑眼圈的人，你要调一点点有橘色的。那如果今天啊你的脸色整个是暗沉的，你可能要调一点紫色的，让它比较亮哦。然后把它调均匀。调匀。对。然后这里我们先把这个斑稍微盖住。正确 BB 霜的上法哦。其实我会建议哈，就是你一做可以做个。差不多一个礼拜的一个分量，然后用一个小盒子装起来。啊，才做一个礼拜啊？做一个礼拜就好哦。为什么呢？哎，调在一起，这个是讲卫生安全。哦，这样吗？对，因为它不能放太久，是吧？那因为你毕竟是开封的东西，你挤出来的东西，所以每个礼拜去调去修整比较好。哦，了解。然后女孩子有时候因为周期的关系，所以她的肤色也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。所以你调起来让那个礼拜适合用这样子，其实是最好。有道理，而且它。刚刚这边本来有一个斑，有没有？对，好，你看它这也可以遮瑕掉，再遮一点点。对，哇，好厉害啊！真的很透，这颜色对对对。我们在使用这个的过程啊，哈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防晒还是要擦。虽然说我刚刚这一罐四滴乳它是有防晒的一个效果哦，但是你在调的过程呢，防晒的作用其实是会被稀释淡掉。对，那所以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防晒，可能大家在这个之前还是要擦一道防晒。哇，金鱼吗？比较结实。我昌明哥，你有他这样专长，你感觉好厉害呀！对啊。你有对雅兰那么好过吗？从来没帮雅兰过。其实看起来很像是，你看这样稍微的抹均匀了以后，你看看起来很像是素颜，好透哦，真的真的没有感觉，厉害，很好看，而且气色好好，对，有没有像脸那个上妆很正点哦，哇，真的真的，素颜美颜就这样子就好了，我跟你讲。来，那当然我们这个是自己制作这个 BB 霜哦，哎，很简单。对。那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再让自己的气色更好一些，由内而外哦，对，不要永远只是从外面照顾而已。对。来，罗医师教大家一下。好。好，来，罗医师，我们这边呢要来自制中药的天然的面膜。哇。而且敷完之后让你好气色哦。光用我们就觉得好补哦。哎。精神都来了哦。其实我们皮肤的话，除了要擦这些我们保养品这些哈，就是这个部分就让你的肤质可以变好哦。那我们主要的话有几个中药材哈，就是有薏仁。好，然后这个是丹参，丹参，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的白芷，好像薏仁跟白芷这两个药材在很多就是专柜级的那种明星保养商品，它里面其实都有使用，对，好，所以它主要的话像薏仁，它可以让我们的角质，它主要是软化我们的角质，让皮肤的角质可以正常的代谢。那白芷的话，它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白，然后它是改善像斑点这一些肤色。那丹参的话，它是活血化瘀的药材，哦，所以它主要就是我们今天说好气色，好气色的原来源，磨成粉是不是？对，好，那这个再跟珍珠粉下去调。对对对对，比例的话就是大概1:6的比例，你就是用这个粉，好加进去之后。好，然后再调我们的珍珠粉，多加一点表面这个，已经加很多了，还要再加钱了哦。然后鲜奶是不是？对，我自己比较喜欢是用鲜奶，有些人会说用什么蛋清啊、蜂蜜啊、什么优酪乳，但优酪乳因为有些是含糖的，对，它就慢慢对慢慢加，慢慢加，加到酸酸稠的感觉，脸上。要黏黏的那种，对，要让它有一点像面，就是比面糊再好一点，有点再软一点，有点浓稠度，对不对？这个的话其实是可以敷在脸上，然后身体的话其实都可以，全身性的。因为如果你比较省的话，你珍珠粉少一点，但是其他中药材你就多一点，多一点就你可以做全身的一个那个美白。其实珍珠粉因为它粉状，其实它保存时间够久，很多人还把它放在乳液里面啊，对，像我有时候自己像这一罐的话，其实它本来是食用用，但因为它过期了，所以我就把它外用。这不会有差别哦，这个没有差别，因为其实中药都做到了，对。
不要，现在有人说稍微过期没关系啊，你稍微倒进来调敷，或者拿来泡澡，对，就 OK 的。我要敷，我要敷。哎，你来来来来，好瘦，绝不吃亏的。对啊，哎，这应该还不错哦。对它敷的话，但是要注意不要敷到完全干。嗯，哦，这个大概就是敷个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这个粘稠度怎么样？这个刚刚好，你看它不会滴下来，因为如果太湿的话，敷在脸上会滴到衣服上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刚好不会滴到身上。好推哈。对啊。所以你说静置5到10分钟。对，就是不要，因为看你的那个浓稠度嘛。像有些人如果它比较稀的话，可能会要可以敷久一点。对。但是如果说这样粘的话，它不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，因为你完全干的话，它会有点就是会让你的皮肤反而产生稀。那这个可以有那种淡斑的效果。对，它其实就有淡斑，然后还有带痘。对，对对，还不要用 BB 霜，用这个老化可以改善。来，你要不要直接过来？哎，可是我比你的 BB 霜好多了。我觉得它是不是在最后快干之前，如果稍微再带一下，它有一点点可以去角质的感觉。它其实它有一些些的颗粒，对，它是磨成粉的，对，它有一些些的颗粒。对，其实你在敷的时候就可以稍微这样子，对，稍微的推一下，然后到最后的话干快要干的时候，你用清水。那它眼部可以敷到吗？我们会建议说要避收，要避开，还是脸部。和身体的部分，好，那10分钟过后用清水把它冲掉，对，冲掉就可以了，就有好气色了。再接着你其他的保养品，哇，棒哎，好，谢谢罗医师，谢谢，来，我们节目又再出书啦，把孩子教好不容易 Part 2亲子教养篇啊，这个呢，如果家里面有小孩子啊，总是这个非常调皮，教他要做好，他就是不做；教他要问好，他也不好。对，还有妈妈在保养的时候不要来吵，对不对？这才是你的重点吧？是，教大家方法都在这本书里面。是的，各大书局都有贩售啊，请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谢谢大家的参与，谢谢。你对症下药的教养新方法，请小朋友你联想看看，一想到挨骂，然后对这一幅户外郊游的图里面的4个小朋友，哪一个你就是感觉最强烈？这类型小孩特别爱念。对对，如果严重的他甚至可能被骂的时候，他会暴怒。那临床上面，我通常比较会有这个状况。好严重哦！他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儿子身上。明天晚上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